么体会我的冲动？如果没有飞扬的梦，怎么会懂你的热情？这是勇敢者的征程，要用热血，要相互依，这是一种心潮汹涌，要让生命燃烧沸腾。冲动，如果没有飞扬的梦，怎么会懂你的热情？李超加油，这是勇敢者的征程，要用热血，要相互依，这是一种心潮汹涌，要让生命燃烧沸腾。冲动，如果没有飞扬的梦，怎么会懂你的热情？这是勇敢者的征程，要用热血，要相互依，这是一种心潮汹涌，要让生命燃烧沸腾。脚下。